呢个系广州嘅 WC 为 LibraryVox.org 提供嘅录音。2008年3月15日，中国广州。聊斋志异之庐山道士。邑有黄生，行七，顾家子，笑慕道，闻庐山多仙人，付给往游，登一顶，有冠羽，甚忧。一道士坐蒲团上，素发垂靓，而神光爽迈，扣而语语，理甚玄妙，请思之。道士曰：恐骄驼不能扶。答言：能知。其门人甚众，薄暮不杂，王巨于溪首，遂留冠中。凌晨，道士呼王去，授以符，使随众采朝。王谨受教，个月余，手足重茧，不堪其苦，因有归至。一直归，见二人与师共着，日已暮，尚无灯烛，师乃剪指如镜，贴壁间，俄倾绝明挥失，光鉴毫芒，诸门人还听奔走。一客曰：良宵性恶，不可不痛。乃于岸上取酒，分内诸徒，且足尽醉。王自私七百人，胡洒何能遍给？道觉明岸于，竟饮仙招，唯恐樽尽，而往复泣住，竟不少减，心其知。我一客曰：蒙赐月明之照，乃以直饮，何不呼上我来？乃以住宅月中，见一美人自江中出，初不迎赤，至地遂与人等，纤腰受寒，偏偏作伪上舞，以以歌曰：先仙妇，而还妇，而忧我于港康府，其声清悦，烈如箫管，歌不盘旋而起，若登机上，倾顾之间，以服为主。三人大笑，又一客曰：今宵醉落，言不胜酒力矣，其自我于月宫可乎？三人移直，渐入月中，纵是三人坐月中饮，虽微不见，如影之在镜中。二是月渐暗，门人言足来，则道士独坐而客渺矣。机上咬核上顾，壁上月，只缘如镜而已。道士问众饮足乎？曰：足矣。足矣早寝，勿以朝骚。众乐而退。王切因无归今谁识？又一月，苦不可心情，而道士不传教一术，心不能持。持曰：弟子数百里受业先师，纵不能得长生术，或少有传习，亦可为求教之心。今月两三月，不过早朝而暮归，弟子在家未暗此苦。道士笑曰：我故为不能作苦，今果然。明早当显雨行。王曰：弟子操作多日，师略受小忌，此来为不负也。道士问：何术之求？王曰：每见施行处，墙壁所不能隔，但得此法足矣。
道士笑而云之，乃传已决，令自奏笔，呼曰：入之。王面长不敢入，又曰：是入之。王果从容入，及墙而坐。道士曰：妇道骤入，勿疏蠢。王果去墙数步，奔而入，及墙虚弱无物，回视果在墙外矣，大喜入谢。道士曰：归意结辞，否则不严。虽作之苦，显之归。底家自许如先，坚壁所不能阻，妻不信，王效其作为，去墙数尺，奔而入，头足硬壁，冒然辞陪。妻父视之，额上焚起，如巨轮焉，妻罗耶之。王渐愤，骂老道士之无良之矣矣。而史事曰：闻此事，无有不大笑者，而不知世之为王生者，正服不少。今又仓库喜谈毒而喂药石，遂有恬勇船仓者，尽宣威情报之术以应其子。而之曰：执此术也已往，可横行而无碍。初事未尝不小效，遂为天下之大，举可以如是行矣。势不至足硬壁而坚决不止也。完毕。所有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